个展览的策展人文君。文君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君。好，还有我们这次的主办单位台湾美术基金会的执行长林婷。林婷你好。嘉宇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好，这次的这个展览啊，在一个这么美的地方啊，然后这个名字也好特别哦。如果你先我一步听见了，那首先我想要请林婷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机缘会想要做这样的一个展览，而你们的台湾美术基金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艺术银行，我所在的这个台湾美术基金会主要在经营的是台湾唯一的艺术银行。艺术银行，对，艺术很有艺术加银行，听起来很不搭调，对不 对, 对？然后我们的位置呢，确实周围全都是台湾，那个台中所有的各式各样的银行就在我们的周边。我们是在一个银行带，在台中市的自由路上，然后只有我们单一家，人家从来没有听过，它叫做艺术银行。好，那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机构，其实全世界大概有没有太多个，好，跟我们保持有联系的大概有四五个。好，资格最深的就是澳洲的艺术银行，他们第40年之久。好，那在亚洲大概就是韩国跟我们。政府为什么要做艺术银行呢？是觉得艺术不能只是放在白盒子空间，放在美术馆里面。假如说可以因为人民的需要，可以进到他的工作空间，或许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一考量到说，我们需要更加鼓励空空61990800619619，今麦这点三首鸟，今麦这点三首鸟哈，还可以再点四首歌哈，各点四首歌。别客气哦，待会再卡起来。特别欢迎新朋友卡起来哈，来你好，你好。可以点歌吗？郭小姐你好，来，别点什么歌？郭小姐，请讲。点真心美的纪念品。纪念品哈，后来没问题，再来给你安排哈。好，谢谢。真心美，真心美。OK， 我下这里哈，真心美纪念品。好，来，第五刷，第五刷，来，你好。红尘情歌，红尘情歌啊，这是这个中立的林先生啦哈。好，你无问题，再来给你安排哈，拜拜。谢谢。来，来，我又剩两首歌，又剩两首歌哈。来，第六位你好。哎，小李平就好。谢先生，快乐。谢先生，你好。谢先生，我来点一首《我是为着你》。哇，是为着你，活是为着你啦，哈，为着你 ，OK， 为着你，好，那带来给你吹哦，嘿，谢谢你，麻烦你，好，拜拜，拜拜。各有最后一首歌的机会，来，各有听众朋友想要点歌的无哈，最后一首歌的机会哟，好，来，0800619619，0800619619，来，那无人点歌，咱就准备要来个安排，去进的第一个单元啦，哈，台湾俗语。介绍来台湾俗语介绍，今天要来介绍一句话，叫做一暝转头路，天光无半步吼。这句话呢，吼，就是你讲啊，这吼，干来吼，一支挂，一支挂，一支吹啦，吼，挂一支吹吹，纸上谈兵，谈兵就对。意思讲呢，吼，哦，干来讲的足够讲，讲规片天啦，啊，做无半片这个意思安尼啦，吼，哎，人可以知无吼？啊，一暝转头路，啊，天光煞无半步，吼。上班族真侪人拢是足无闲的，就算已经下班啊，回去厝的，有当时啊呢，嘛爱开始伫啊呢想讲，明仔载的工课要安怎做，安怎做，爱规划啦，做工课着对。所以讲呢吼，只是有真侪人虽然是规暝拢伫思考讲明仔载要创啥，明仔载这件代志安怎做安怎做，但是上规暝一到天光的时阵呢吼，啥物代志嘛拢做无出来安尼。
哦，如果那是这种情形，就是咱今仔日你讲的这句台湾俗语叫做啊，鬼门转头路啊，啊天光无半步啊，就是这个意思，安尼就对吼、哦。所以讲这个啊，修是一回事，做阁是另外一回事。如果那无执行力，无行动力，就无实际效果甲成果。有的人呢吼，头壳内底充满着想法，但是无实际做法。啊，就变作空虚梦想，所以讲呢，无法度完成着你的这个理想，顶多不如一步一脚印的哦，脚踏实地，较实际。啊，有一挂人是规工游手好闲啦，生活散漫啦，啊，唔爱做工课啦，厝内底是大人呢，不时甲苦劝叫伊吼想办法，就找头路啦。哦，啊，为着生活呢，找一份头路，啊，这个吼、哦。做工课啊，会当过生活呢。啊，伊就伫遐想啦，啊，然后呢，佮含朋友联络啦，我佮伫遐考虑啦。哎呦啊，这项工课呢，吼，伤忝啦。迄项工课呢，吼，无钱啦。哎呦啊，这个吼、哦，工课呢，吼，头家伤计少啦。哦，这顶顶安尼就对啊，伤规半步啊，这个工课钱伤少安尼啦。迄个三工课吼，人佫唔请咧。哎呦，啊，这个思考几个句计划，哦，啊，然后甚至讲呢，哦，搁话讨论讲要哪来合作，要哪来集资合股，要来做小生意，但是天光的时阵呢，哦，无迄个能力去完成，嘛无愿意去执行得着，这就是咱今日讲的，看做暗时啊，哦，规暝哦，啊，全部数啊，天光无半步的这个意思。俗语咧讲呢吼，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做任何职业，拢一定要脚踏实地，才当功成名就。无一种呢吼，一步登天的美梦啦吼，万事起头难，成功贵在你吼，勤去努力实现。相信呢，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或者是讲呢，别具身家的这个吼企业家家族啊呢吼，因的精神。哦，因的成功一定拢是一篇的故事。每一个吼、哦、成功的企业家，拢有一篇故事，而且是感人的故事。因哦，这个打拼期间的劳心劳力，吼、哦、啊，这个付出的血甲汗，努力哦，甲奋斗的精神的吼，拢、哦、是值得咱的吼、哦、啊，这个啊后辈人来吼、哦、啊，这个学习的甲敬仰的对话吼。所以讲人咧讲啊，拍断手骨颠倒用。你就要怎樣越挫越勇，坚持奋斗，努力奋发，安尼才有可能呢吼，成就到一个啊，这个事业的版图。所以咱今日呢，伫讲的这句啊，做啊，一暝转头路，啊，天光无半步。那是你有这种思想的人呢吼，甲咱思考一大堆，一片你无够的人呢吼，这个是梦想家，会当去呢吼。啊，广告书啦，画图啦，吼、哦、啊，做艺术嘛，无法度，对不对？迄嘛拢爱是实现安尼得对吼、哦。啊，去做哲学家可能会使啦，啊，哲学家。但是如果呢，想要伫生活当中呢，真正有啥物款的这种啊结果安尼吼，效果的话，成功的效果的话，一定爱呢吼，真正去实施。啊，不要只会光说不练的掉。好，这是咱今天的台湾俗语介绍的这句话：一暝转头路，天光无半步。你学会了吗？好，谢谢，感谢，都等下咱做个现场，咪咪阿笑公布吧。环球列车在这咯。我是条理，我是平秀。啊，现场电话车卡空八空空。6199-0800-6199。来报告一个，拄啊，咱去点的歌曲哈，有两首歌有一点问题哈。这两首歌分别是最后点歌迄两位，一个是钟丽林先生讲要听《红尘情歌》，但这首歌呢有两个版本，而且歌曲不一样，一首是孙露，可能是查某的唱的歌，另外一首是郑源哈，郑源查甫的唱的歌，都叫《红尘情歌》，但是好像版本不一样啊。所以讲呢，麻烦咱的迄个钟丽林先生，跟我讲你是要听孙露的版本，还是郑源的版本《红尘情歌》啊？哈，安尼咱叫我都给你报着正确的版本，到时候才袂浪费大家人的时间啦，哈。好，第二首歌是新竹谢先生，伊讲要听《我是为着你》，好，《我是为着你》这首歌呢，哈，更多人唱了，哈。哦，来，有这个啊，做许志豪的版本。高向鹏的版本，林珊的版本，李明雅的版本，阿
个有这个张荣荣的版本。是。哇，还要想过怎么那么多版本？我是带一个版本啊。对啊，所以讲我唔知道你到底是要听，而且每首歌都不一样。每一首歌都不一样，歌名同款，哎，歌名拢叫做我是为着你啊，所以你无讲主唱架是上呢吼，我们真不知道你要听谁的歌。再麻烦咱钟丽玲先生、甲新竹谢先生等位各家靠过来哦。哎，卡一下吼，来，叫0800619619，我才知道你到底是要听什么人的版本啊呢吼。来，你好，谢先生你好。我今日合唱合唱的呢，合唱的安尼就是李明阳跟朱海军的版本是合唱的，啊，还有许志豪跟林良欢的歌嘛是合唱的。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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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万不你来报唔对的，浪费你的时间，是不是你要听？啊嘛，浪费咱节目的时间，嘛无人要听。孙孙露主唱的是独唱啦，啊，那郑源是合唱。哦，看卖这《红尘情歌》是带几首哦。安尼吼，迄个啊，做林先生，甲你叫第三摆啊，吼，你若有听到，麻烦你卡一个电话。啊，你若无卡起来吼，那我们就把机会让给别人咯，吼，甲机会留吧。够几首过来当电话听众朋友，还可以再点一首歌，若要听，搁要点歌啊，即马甲卡起来吼，刷卡甲你接，0800619619，0800619619，赶紧卡电话来点歌，还有机会可以点歌一首至两首哈。好，来听歌。这首歌是叫做《七天》，这是呢吼英歌的林先生点播的歌曲吼，来共同欣赏第一首歌曲《七天》。
常识要来甲讲，这个潘家奇膏、蜂胶芦荟的牙膏呢，吼，有啥物好处？对咱人体好处啥物啦？首先来甲讲潘家的成分，蜂胶有类黄酮，哦，黄酮类阿姨呢，吼，就是会当杀菌啦，吼，抗氧化啦，捕捉自由基啦，丁丁这个好处的对。天然的抗生素啊。天杀菌哦，所以讲呢，用奇膏用那个蜂胶呢，吼，刷牙呢，会当杀死口腔里面700种细菌。哦，那最好了，因为水里底都嘛细菌。口腔细菌，口腔的细菌，所以对着这个细菌杀菌有足大的帮助，就是这个黄酮类啊，再来双铁类，双铁类嘛是丰富有利作用，一毛有效的作用，杀菌啦、啊、吼，啊这种呢除臭啦那种对吧吼，黄酮类、双铁类，啊再来旁加够维生素类，维生素类包括丰富的维生素 B1、B2、B6。C1 烟碱酸、泛酸、丁丁的吼，这种维生素，这类物件当在咱口腔内底呢吼，和咱的口腔的迄个啊做伊菌虫的吼，较正常，较袂生一寡细菌，较袂生一寡垃圾细菌。如果口腔生细菌，那买臭草。对，后来呢，吼，蜂胶佫有啥物成分？伊佫有矿物质，比如讲铜、锰、铁、铝、钙、钒、丝、锌、硒，哦，各种的，这个是拢个。帮助代谢营养素，是帮助咱人体代谢营养素，这些矿物质，这是吼蜂胶内底有诶，够有机酸，旁加呢所有的这个有机酸呢吼，包括着这个啊安息香酸、咖啡酸、豆素酸、单酚酸，这物件是冲啥？这物件呢有机酸呢，就是抑制细菌，是啊，防止发炎反应。所以讲呢吼，咱的嘴有的人呢吼，破空也是讲有生迄个啊，说细胞牙龈发炎，对对，就是发炎的，还有细菌感染的吼，再用这个蜂胶来洗嘴呢吼，会造成这个口腔的消炎，对，还当呢吼防止它出血，哦，安尼就对。啊，再来又有一个吼，特殊的叫做芳香泉，芳香泉就是一种呢芬多精，也当松弛情绪，也当安神镇定，啊，买当好咱口腔清晰。所以你用潘家路的机构来洗嘴的朋友呢吼。你会发现讲，你的嘴叫做清气，对，啊叫做香的，然后洗完心情还会变好，放松情绪哦。这就是香家的成分，蜂胶的成分啊。啊，香家气膏究竟对咱的嘴齿有啥物好处？咱都啊讲过啊，吼，也当呢降低牙周率的发生几率，是哦，反会生一些细菌啊。哎，帮助口腔清洁，对，降低牙周啊，这个牙周病的发生几率，治疗牙周病啦，吼，这是第一个呢，吼，防止牙周病。第二就是防止蛀牙，是哦。你若讲嘴内底有细菌，还是会臭头，你嘴不是会臭头的人，嘴齿一定无好，对，啊，一定有臭气，会臭就是内底发炎嘛，对不对？细菌啊，残渣嘛，对不对？吼，啊，你若用健康的这个啊，蜂胶牙膏，对，啊，加上好的好刷牙习惯的吼，安尼就会当抑制细菌，帮助啊这个口腔清洁，啊降低吼蛀。蛀齿的发生，是哦，嘴齿也较用安尼就对，哦，防止牙周病，防止这类牙周啊蛀牙安尼。第三就是口气清新，哦，咱嘴内底刷牙你嘛知影哈，这很重要呢，对对，这跟人际互动皆有关系哦。拢知啦，啊，其实你用什么牌子的牙膏拢会当呢，口气清新。是，但是你若用这个蜂胶牙膏哦，潘家路的齿膏呢吼，它呢吼会让你更那个味道更好。对。气味啦，是气味如何安尼就对啦，嘴的气味如何安尼，它又可以顺便杀菌，它又天然的，其实这样很好哦。伊会当呢吼，有香家本身有香气，有香味，有芳香泉，是有树脂，有精油，丁丁亚成分，所以讲呢，蜂胶如果牙膏会当和咱的口气自然清晰更加香。你讲香呢吼，啊，我用各种的这个气膏嘛，拢会香香，嘛
种起个用来烹烹料的，啊，是用化学的，化学的烹料烹煎的，让你呢入卤料有这个烹味，但是蜂胶是天然的香味，对，啊，无同款，就咱用迄个烹水有化学的烹水，冇天然的烹水，是，啊，对唔对？啊，你要用天然的烹水对皮肤好，还是要用化学的烹水来伤害咱的皮肤？当然越天然越好。所以起个嘛同款，起个你是要用天然的起个，让咱的开口腔自然烹，还是要用化学的呢？伤害咱的皮肤，伤害咱的嘴齿，伤害咱的口腔，你家己清楚啊嘛。所以蜂胶牙膏是天然的，蜂胶芦荟牙膏。过来最后一个好处，烹胶的好处就是吼，伊会当保护保养口腔内部。是，烹胶营养成分都我讲过，类黄酮、维生素、矿物质、有机酸，伊使用了后温和不刺激。嗯，温和不刺激，跟咱一般用那种化学的欧人、白人、起膏不同款。以为洗起来佫做凉的，很刺激，其实那个不好。啊，这个蜂胶牙膏呢，不会刺激。嗯，啊，你若是这个用正确的刷牙习惯，会当保护着口腔的内部清洁，啊，会当保护咱的口腔黏膜，嗯，啊，佮牙龈健康。甚至有一款人佮讲，啊，我拢假嘴齿啊，呢，我拢假嘴齿啊，我无嘴齿啊，感觉输啊，无嘴齿，你嘛爱露齿换。啊，你的牙龈啊，很重要。欸对不对？有的人牙龈萎缩，你假嘴齿都搭袂起哩啊，贴不上去了。容易不是呢，假嘴齿的人不是感觉迄个牙龈呢吼，对，滴疼，对，因为戴倒久了会痛啊，那个地方吼。所以可以买一些比较软毛的牙刷，搭配蜂胶牙膏，帮你的牙龈做按摩啊。对啊，对啊，对啊，啊，口腔清洁很重要，蜂胶芦荟牙膏对咱人体好处啊，那个地方。好，健康常识讲到这，给咱朋友做参考，感谢收听。好，谢谢，感谢哈 ，K 哥啊，调理品是我的介绍 ，K 哥，我们有在卖牙膏了，啊，你看啦，要用对一个牌子的啊 ，K 哥，你当打电话过来把调理品先问，好，咱双好跟你讲，都无算广告，安尼就对哈，线下讲不算广告，啊，咱北部起码呢哈啊是没有药房，没有下药房，蜂胶牙膏是没有下药房的哦，所以你要有房是买袂到的，你要把调理品先支持，哎，跟你寄过哈，打电话过来进，哦，打电话过来讲安尼就对。谢谢，感谢你来继续安排歌曲。新主陈先生点品秀唱歌。是，我安排一首，但是又何奈？你来共同欣赏，掌声鼓励。刚才谢谢。如果告诉你，没有不是真理。哦，传统大墓就是我们的庙宇，哦，还有一些三合院，哦，有一些三合院当人家在讲说。尬戏哦，穿斗士啊，或者是斗拱式的哦，这种就是说传统的哦，它传统的建筑，它的柱子它就有柱子啊，然后这些野斗啊，然后就蛤木上去就是我们传统起屋瓦嘛，里面传统里面就会有包含到我们的造化哦，所以。在传统建筑，它是属于都看比较流线型的东西，可是它对于主要的结构，它用料是比较粗壮。当我们日式的话，它其实它结构木料都是比较偏小，嗯，好，哦，然后它是为什么？因为它柱子很多，为什么柱子很多？它隔间很多间，哦，它也有走道啊，也有房间呐，啊，哦，也有厕所，也有浴室啊，也有柜子。每一个点，它都会有一个柱子。最妙的话，它可能四根柱子、六根柱子、八根柱子，它就可以盖得起来了。啊，你刚刚提到上庙宇的话，它是就是说四根柱子或六根柱子或八根柱子就可以盖得起来了。那庙宇的功法应该它比较不一样。功法不一样，可是它的形体就比较。简单，它没有日式的复杂，然后日式建筑的话，它基本的话，它会柱子的话都最少也要30几、40几只，才能盖得起来。除非说简易的凉亭，日式的凉亭这些，或者是它造型的那人家就在拜拜那种小神社。哦，那就又不一样。可是你要做宿舍的话，不一定了。所以刚刚嘉祥有提到，
大木座，日式大木座跟小木座嘛。那你刚刚有提到凿花哈，就有些地方是要凿花的。那你还有一个资格是汉式大木座，那日式跟汉式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日式汉式就是说，汉式就是庙宇啊。哦，庙宇的木结构。哦 okay，哦，就是汉式的，或者是我们传统一般的三合院。这个木工的差别是？木工的差别是说，其实传统庙宇的话，它其实它结构就是比较大，它也比较高。说汉式吗？对，就庙宇都会比较偏高嘛。嗯嗯，我们可以看到，嘉祥，你拥有。刚刚提到的日式大木座、汉式大木座，还有小木座，然后凿花，你都会做，所以你算是很就是专业技术很多的吧？我可以这样形容吗？因为你有刚刚讲到，如果要讲木工师傅的话，它只是一个统称。如果说木工的话，它其实专长领域可以分得非常的细，就算是一般的建筑的木工也可以分很细。板模的跟做家具的都一样是木工，那更不要说你做的是新式建筑，还是说你做的像是种传统的这个古迹修复的这个木作的这个匠师，他就是专业领域其实是不一样的。那相较之下，其实你所拥有的这个资格其实是算是完整的嘛。你会的，这个资格是算相当完整的。依照可以这样说吗？依照我们现在文资工坊这边分类的，就是木作的话，就是这四种。究竟古迹修复的工作，它的工作场域实际的工作状况，以及如何能够拿到工作呢？它的薪水的想象是如何呢？在这样的工作底下技艺的养成需要如何的才能够磨练成一位真正的匠师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全练工坊在这几集进行的是传统匠师的职人的专访，今天呢是木作的匠师吴嘉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跟嘉祥继续聊。欢迎收听官方主持的青春创学院。北艺术科技与人文，想了解创业与创新的能力，少年们现在就开始出发。锁定每周四傍晚5:20到6:00，收听官方主持青春创学院，创意学习等你哦。原来兰屿的美食真好多，不过我们台东关山的美食也不少。我觉得跟兰屿的小学生一起上线上课太有趣了，而且大家还用 AI 做海报哎，都很优秀啦。真希望每堂课都可以这么好玩。一定没问题的，因为有种子教师和课程， AI 教育一定会更精彩。欢迎来到 Facebook 粉丝专页搜寻哦。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儿子啊，到外地工作自己要小心哦。好，我会打电话回来报平安的。对对对，但是更重要的是打电话去更改你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联络地址，保险不中断，妈妈才安心。好，如果民众的居住地址或通讯地址变更，也应主动告知保险公司，以确保能收到保险公司寄发之续保通知，并准时续保，以保障您的权益。若有相关问题，可拨打免付费服务电话0800-565-678询问。我们都在教育广播电台。
天气。职人类工坊的单元当中，我们在这几集关心的是文资修复的匠师哦，人才要如何养成呢？我们连续几集访问到了年轻的匠师，我们想要听听年轻这一辈为什么想要投入到文资修复的领域，而在文资修复的这个工作当中呢，技艺的养成它需要如何的磨练而成诀窍是什么，到哪里可以学会这些文资修复的技艺的课程呢，以及跟文资修复有关的工作它的职场的一个想象图像又是什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拥有日式大木作、汉式大木作、小木作、凿花作的传统匠师资格的吴家祥。他上当然也谈起了在拥有传统匠师资格的这些匠师年轻人30岁以下所占的比例是非常低的那么年轻人他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呢，投入到文资修复这个工作比例的年轻人为什么低呢？那么如果反过来说，如果年轻人有兴趣的话，要到什么样的场域才能够学习到传统的工匠的技艺毕竟在目前的教育体制当中，其实在这个传统工匠的技艺的课程是非常非常少，几乎是没有的那么我们来听听年轻的匠师有些怎么样的建议呢？对这种木工传统木工的话，其实还是有蛮多人有兴趣的。可是很多人有兴趣的时候，重点他们找不到门路去学，想要学的找不到地方可以去学，对，会变成说，是不是我们没办法去做这些推广的事情？大家都能知道说，从哪个管道去询问，问到说，哪里可以去学这些传统木工？那我可以反过来问家祥吗？如果以现在根据你的了解，如果他想要学这个传统的木工，想要成为传统匠师，哪一些地方可以学？像你的例子不一样啊，因为你的例子是你有家学渊源啊，就跟着爸爸做。那如果没有家学渊源的话，到底哪里是可以学到可以做传统匠师的？什么管道是可以学习的？你像现在就是台中文资工坊他们有不定期的，就是会有开这些木工班啊、瓦作班啊、泥作班啊、然后剪黏班啊、彩绘班他们都会不定期会开课这也是其中一个管道可是像我因为我会讲这个原因是我目前里面的学徒
那他直接问我说，他们是有兴趣想要学传统木工，可是他们当初要找的时候，他们没有管道，真的查不到。然后他们突然，因为我会在一些社群po文真人嘛，然后他们就去用传统匠师、传统木作、传统一些东西去做 Google， 哦 ，Google 到有看到我公司，而且我的公司还不是在网页的最前面，而是在最后面。好，然后他们才有看到真人，然后他们才打电话问。所以我会说，会找不到管道，是因为我里面的学徒当时候他们找我应征的时候，有跟我提过这件事情，而且他们不懂，也不知道有文字工法。我连政府单位机关的很多人也不知道有这个联络管道。那是不是在现在的教育系统里面，其实没有这样的工匠技术的养成的相关科系呢？没有。因为我很好奇的，就我为什么会问到这个问题，就是到底工匠养成它有没有一个固定的管道哈？因为我们刚刚在讲人才缺乏的这个问题嘛。那如果说以这个家祥的爸爸的那个年代的话，比较可以理解的，那比较应该都是师徒制吧，就是你跟着一个师傅学，然后学到你出师之后，你就可以做，是这样子养成匠师的。但是如果都以这样的方式来，以这样的方式来培养人才的话，哈，那如果要面对现在这么大量的需要古迹修复的这个量的话，这样子的人才养成很显然是不足的。对，我们可以用想的就觉得很显然是不足的，那我们就会想到说，那是不是必须要有一个人才养成的管道？那我们就会往，如果是从教育体制培养的话，会比较快一点。但是我刚紧要假想，也就是说，现在在教育体制里面，即使是技职哦，即使是技职的相关科系里面，也没有跟传统工匠有关的任何相关科系，没有。就你看大学，所以只能靠这种像文资的这个工坊来做培训。你看大学只有建筑系啊，可是建筑系它里面也没有传统建筑啊。建筑系里面也不见，就算它有木工，也不会是传统建筑。对啊，所以目前其实我觉得说，依照目前形态来讲啊，其实像我们这些传统技术工坊，其实也是可以像学校一样啊，你有什么建筑系啊，或者设计系啊，什么电脑资讯啊，什么这些传统工坊，你也可以有一种关系啊。那这个就牵扯下去会关系到很多单位的。第一，你一定第一想到一定是教育局嘛。如果跟文资这些去做搭配，他们搭配好了，必要还是要有学校嘛。没有学校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可以养，去多一个管道去培养这些人才。所以这边就变成说会很牵扯到很多啦。那以您，因为你现在你除了自己是匠师之外，你自己有公司，所以你自己也要请人嘛。对。那你观察到就是要请人容不容易啦？因为要请人，现在最缺的是什么？最难请的？就是没有人要学啊。没有人要学。为什么没有人要学？我就刚刚讲的，他们找不到管道。第二，现在肯吃苦耐劳晒太阳的少，年轻人啊，比较少了啦。可是你当今天他们想要，他们肯吃苦耐劳晒太阳这样子出来工作，可是他们又找不到管道，这是其中之一啦。回归到就是说真才的方面啦，哈，真才你像我，其实前阵子有五位学徒来我这里啦，可是有两位也淘汰了啦，因为
在现实社会上就是不适者生存，不适者就是淘汰嘛。嗯。好、哦，为什么淘汰？他自己的想法无法去反应能力跟不上。嗯。好、哦，可是你我也跟他讲，那不是我跟他们，我不敢乞讨了啦，是应该我走的。哦，好好。哦，这样的话，是等于讲。今天我看他在工作，他都没有在摸鱼，可是他很认真想学，嗯，可是他有在做，他也没有在摸鱼，又做没有什么东西，嗯，欸、这种员工你要不要请？那如果就可以赚钱的这个角度来看，薪水要怎么看？我知道他薪水很难标准的讲啊，但是应该有一个大方向啊，就是你案子接越多，薪水越多吧，应该是这样吧。也不是说工程接越多薪水越多啦，不是，其实当你今天工程进度没有到那里，你如果去请款也是没办法请款。嗯，哦，你依照一般学徒来讲的话，其实他们平均如果一个月做个25-26天基本上不是三万多起这样。哦 OK，这样我差不多有问到答案了。就是如果听众朋友在想要投入传统的匠师这个领域的话，我要开始学一技之长了。那这个一技之长，它的薪水的想象是如何？因为即使是学徒，那一个月工作20几天，也有3万多块，是这个意思吗？那如果你再更上一级的话，薪水就应该更高吧？一定会慢慢涨上去啊。嗯。哦啊，你当如果是师傅的等级啦。嗯。哦，人家说以前说，学徒到出师要得这三壶为师尊，嗯，的时候是3年4个月啦。其实那是多以前。早期都是这样子讲啦。啊，现在还有这样3年4个月吗？现在3年4个月，你有两种。有两种方式的，一种叫做混日子过3年4个月，对啊，一种叫做认真3年4个月，对，哎、你3年4个月混过去了，你是师傅吗？你们技术也不到位啊，你怎么变成师傅？嗯，这也不说，不能说他3年4个月就师傅啊。嗯嗯，可是在像我们在学校，哎，我高中3年读完，我高中生啊，嗯，大学读完。大学生啊，我知道。哎，在当你在学功夫的时候，你不是3年4个月过了，你就是师傅。我懂，学功夫的时候其实不能用时间量化。有的人也许他不到3年4个月，他很认真的学他的功夫，那也许他不到，也许他不用那么长的时间，他就可以学到功夫。那相对的，也许也有人这么长的时间，他还是没学到，有可能他不会，有可能他不认真，所以不能量化那个时间。时间点，这不能量化。也有的人说2年，其实1年的变那种化烫塞啊，嗯，半技师那一种。所以还是很看个人，对，还是很看个人，看个人的学习能力及他们工作的认真态度啦。我可以问一个比较理想的问题，想要投入这个东西啊，除了赚钱之外，一定会有别的理由嘛？理由会重要，不重要的？那如果投入完整的修不好就是安全的时候，你要听到人家说，做得很漂亮，做得很完整，他们不知道是谁做的，我们自己知道，那是我自己做的。你当你听到这个，你会觉得说，